吃饭啊、哦！今天吃黄焖猪蹄啊、哦！这个黄焖调料酱今天还有活动啊、哦，加赠两袋发八袋。那叫。酸辣生姜。黄瓜，
吃饭啊、哦，今天吃辣椒。山药粉皮，嗯，好筋道、哦，这个拿来煲汤也好吃，嗯，炖那个猪蹄也好吃。还有我们四川的麻辣香肠，也属于特产，太香了。啊、你走走走，七分瘦。
拜拜。今天我们吃河粉啊，我吃的是麻辣的啊，爆辣、微辣、中辣都有，辣度可选。麻辣牛肉味，刚刚烧开的开水泡15分钟，凉一下，它的分量就比较多。时间短了，它没泡开。拜拜。